你知道我的无名氏家是谁做的？是你，还是你娘，还是你妹妹？沈玉荣，我并非痴缠之人。 你一直休书，我即刻离家。可你们为何如此狠绝，要让我名节尽毁，还要我葬身于此？阿离，我没得选，他要碾死我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为何如此大胆？ 对不起，这辈子是我负了你，爹，阿成，起来，朱君，你再看看他。 是不是很眼熟，娘子？看看这布，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，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状元的夫人。 怀香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香第一才女？她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金，那人是苏国公。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快走。 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